活跃的同事是谁？就是哦，我知道，最活跃是工作人员。对，然后还有 Ricky Maru， 力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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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一直就是打很多的那个信息，打就是他在尝试学习中文，所以他就会就是想要多打点字，多说一点话，就是想什么答什么，对，想什么答什么，很可爱。